我没有制裁，你们看这个对战表，我连螺纹都没有哎、欸。哇，还在给我界面介绍，我要生气了。我要先买什么？我没有打野手。我会不会被他吃掉、啊？哇，死定了！欸，我会不会一排第一场就输啊？哇，还给我解锁成就、哦！我操，我血好少哦！我一开始应该走边线就好了，就是很拖队友节奏。哦，我被队友凯瑞了。我吃完一轮野怪，我就要回家补血。哇天啊！平常这时间有奥义已经在 gank 人了。真的是吃到快死掉了！我不行啊，我快笑死了！Hello。猥亵我的墙壁、欸！死定了！我吃完两轮也回家两次，什么事都做不到。他买了！哇，第一场我就问号了、欸，终于懂新手的感受了。而且那个潘英是小号，他会来防我野。有比较痛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第一场差不多了。比疯了吗，丞相？输五千，还好啊。啊，一把酒哎、欸，我觉得偶尔玩这个蛮好玩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神秘啊！我靠，跟他超痛的，哇，八千，不能跟他打，李子好难打哦！加油，队友，相信你们好不好？一排也是玩家，所以漂亮，哇哇，克里希，加油加油，克里希！我来了！哎呦，给他一个灯号，他会理我吗？应该是不会。等我来。
蛮努力的。可恶，它太肥了。真的难打，没奥义，没制裁，没魔纹，什么都没有。有点多哎，哎，最好给我一个制裁吧，我要疯了。赵云跟潘英都小号，啊，哎呦，第一场就输了。